其实我嘛真久啊，以前伫即个太阳城，咱台北市太阳城，我嘛伫遐驻唱。啊，台南歌厅，因为我十几岁就出来唱歌，嘿，我很喜欢唱歌，也很喜欢模仿。啊，模仿哦，啊，种快乐，种娱乐对了吼。哦，我但是吼、哦，要去出唱片啊，是讲要精神指头较无闲，我较爱做生意。